全台是有3万多名的清洁队员，身处于高风险的工作环境，他们主要的职责有被撞、坠落还有跌倒等等。不过近年来还有一些情况的发生，像民众没有确实做好分类，让垃圾当中的瓦斯罐容易会引发爆炸，还有行动电源电池乱丢也会引发火灾，让他们会深陷在险境当中。系统回收物。